啦，要食蒜叶，要食鲑鱼，逐项拢有啦，嘿，全部通通有。阿杰啊，你有手机啊？哦。你有订阅阮的频道哦？有啊，今天人来这个很多。我今天今日人吼，较侪上外想我啊，今天爱取者。哇，还用说叫人甲我订阅一下，安那啦？蚵仔一包一百，迄打蚵哦。一百尔。足好食啊！内底无水啊，听好。个重量较有够啊！今天换来送来几只这个香菜，比之前那只还会多啦。你要安尼就好晓，你是要下巴晓啦？我也无下巴。啊对啊，你就不要下巴，我讲我提这给你啊。好啦好啦。嘿啊，来500块啦。嘿啊。来，看看吃什么鱼啊？现在要吃乌龟鱼啦，要吃肉翅啦，大项拢有啦。这什么鱼？啊？什么啊？大白啊，我拢叫大白啊，嘛叫乌梅。这我来讲，两椒蒸炊，对哦。要煮汤也是会使。这你无看到哦？现头的这么好吃哦。加白啊？对哦，啊？加白加多鱼肉。什么物件？加白加。你家要安尼吓？要煮汤的吓？吃你啊，300块就好。哎，你先提看麦破偌重，你要以重量下去看。你睇哦，安尼你家提看麦遐哩，吼。对哦，我迄拢18个啦，迄唔空空的啦，每张电动比中破较重的。真的啊，来，看喽。那尾巴反而都比那个中间还重。多少？哎，300块就好啦。你来几只？食看卖啊无？这个怎么卖？到七八来啊！咱一个，我你陪咱三个嘿。跟你讲啦，比恁去买什么红波啦、细只赤松啊啦，好只济啦，啊，这无定有，我请恁讲哦。这一只鱼基本上你们菜市场很少看得到了。哦，这正阿先生他鱼啊，船钓的，皆上互恁食的啦。你家己看卖这个物件，对无？这两三四，这五尾、这六尾、这七尾、这八尾、这九尾、这十只，很老的，200块就好了。哦，比恁去买细只红波、赤松啊，好个。来四只来五只，六只来七只来八只来九只来十只来200块，正现捞金四四的。
拢给你哦，来，哈喽，来。宝贝，这边先装。等一下，阿姊，等我一下，我的话，稍等我一下吼。反正什么东西呢？这部全部都，他全部都要。全部都要。没有了，等我一下，这个过来。他不在。鸡无减多八百，无鸡无减。哎，你那个呀？哎，无啊，无啊。啊，先给他，先生，我再。啊，八百哩。我再。二收啊，哦。好，交两百。我今天来再嘿。阿咪啊，啊。谢谢。好收哦，一百了无？百收多，我要准备。哦，要坐啦。好。对你们要吃什么都尽量问啊哈，一起来啊！哦，这摆是你先点我的哈，摆是。什么啊？啊，这个最简单的啊！我跟你讲，你这么分我，这一百块讲百几块啦。我不吃。我紧啊，阿姨要吃就好，阿姨五百块好不好？不管啊，来啊，这四只啦，这五只，这六只，这七只哦，你500块就好。就签约了，买到贵拿回来退，但是先看一下多大只，吼，这外口这么足贵的，咱坦白讲，我这个感觉足贵。哦，五百块哩啊，足好只啊，很好诶。我都就是我甲你讲一句话啊，这个物件500块实在菜价找无啊啦，乱卖啦。这签呢，金好吼，你来看卖啊嘞，没有啊，500块。我都跟你讲过，买到贵拿回来退没关系啦，别烦恼啦。你原封不动拿回来退给我就好了，原封不动拿回来退给我就好了。吼、哦，我唔惊你去比较的啦，凊彩啦，反正我鱼啊拢些，有些东西真的，一来就没赚钱再卖啊。哎，这三百好不好？好，要下面的就对啊，然后来啦，200块了。这不是这家囝嘿，啊来遐卤烧啦嘿。阿姊，咱讲到出价，我讲我已经，咱讲真诶，我物件就一句话啊，我就只比别人较水啊。但是你卖大面，要搞啊，我真正我无法度。降多少？200，看要不要？我要啊。是啊，这小光啊，遐尼水，这毋是细只囝，你若讲细只囝就卤熟啦。还有听有无？来200块。阿姐，你吃几位？吃七只啦。我以前拿一包给我。我阿母给你啊。不要再做那种多余的动作了，好不好？来 ，Hello， 快点，200块。来，我找三百。妹妹找三百。三。哎，这个嘞。阿咪。六啊妹。六百啊。我有200啊。你有200来啊。来，这200来。来，来200。过来。过来，要吃干的无？可能要小更矮无，这算中班的啦，还有够啊细啊，爱去愈细愈俗啦，安尼听无？啊细，你安怎办？啊，有像今仔我无在，我今仔刚在迄个冰油尔，冰油就是还袂发过，还袂发过。嘿，对哦，冰油尔。我看一下这个好不好？这骨还蛮多的。什么啊？骨还蛮多小猪的，还装哪一种？你别黑掉啊！我最喜欢那边羊，我喜欢开山嘛。哎，再拿300。你什么东西？这个啊，要300块哈。哎。不要说也变200了。这样啊。啊，这个拿了吗？这个拿了。来，快快看听吧哈，要吃虾啊，啥拢有啦嘿，我这虾啊嘛拢有。
看欠啥无，同我看卖，爱食啥注意点菜啦。今天啊，标准的来聊天的，正常的，下午跟朋友。啊？哪里呀？阿姊呀，阿姊呀，阿姊呀，咱坦白讲的啦，这个天气要叫我载。哎呀，我才有钱比上个少，上个天气还少。这个天气要叫我载偌济来？我载可以吗？上个车不呢？不啦。天天跑工，你要叫我载偌济来？这样放会稍微有点晃动啊。刚刚吃什么？看看看看。你家这这道里面刚好在广仔饭。哎呦，我吃不了，我吃不了。我吃不了。啊，有啊有啊，有啊有啊，拜拜。
我八万四包了。稳住。四包啊，四包啊。对了啊。左下角了，左下角。对，你包了。包两百块的。拿了九六倍出来了，九六倍出来了，这个，这个厉害，重杀哦，这个。阿姨要看我夹不？阿姨要出钱夹我这，老天麻烦。来大力，你夹。来中王沙发。来，看要吃什么鱼哈？来啊，龙虾。今天想吃鱼的，赶快的，先做定价。够清又够水的，还偷渡啊？电脑好水的，啊！下摆去今仔嘛有下落，成功卖下啦，卖就好啊！太多东西了，啥物件啦？因为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种，那我大概介绍一下。刚刚拿的那个是剥皮，那个皮超好剥的，那个就像是在拆那个包装一样。一下子整个皮就剥下。爱食啥拢食点菜吼，基本上你想的到拢有啦。而且它的肉蛮好吃的。那是什么？那个旗鱼肉啊？那个是现杀杀一杀，把它真空起来的。哦，那骨头拢全肉了，骨头拢该流掉去，它的骨头都用掉了。那记得怎么卖？什么东西？剥皮鱼。剥皮鱼啊，看到大只的、小只的。还有，这是鲨鱼啊。还有一斤多的、两斤多的，也有三斤多的。是鲨鱼吗？正的，鲨鱼吗？都是鲨鱼咯。这条好你好不好？哦，收着，收着，收着。阿姐啊，阿姐啊，来，我这买物件，你免惊济啦。我这花的就是安尼，我唔是讲什么一定要穿起来，几啊百，唔免，这块大大块给你，两百块就好了。规条全包。哎呦，我你买这条，这条在你。买这条在你，拢会使，你几台湾两百块了。还有我家这。哪位物件？啊，这就解骨头留掉，一阵解切侪了啊！这骨头解留掉去啊啦，两个就好切了。就跟切肉一样。对啦，你当作切猪肉就好啊。啊，这是多少？哪位物件？价？啊？那不是那一六。这一只吗？对。他要吗？他在问。谁在问？线上在问。两百块。要张荣威来了，两百块留。两百块，刚刚拿老板拿的那只已经剥好皮了哦，超鲜刀的，漂亮的。老板，你今天有鲜鱼哦？有啊，几头钱？来，看下来。看你多一块。我感觉两块够多了。他没有小一点吗？啊？没有嘞，我都整片卖的，便宜啊，又不会很贵。嗯，一包多少钱？嗯，等于你啊。那一包多少钱？那一包的话，我来讲，五百块了，整个都给你。九班的，包给你几号九班吗？对啊，九班，我确定。而且今天的海鱼真的很多啊，有些没有，我还是得用。哎、欸，没有，那包吃别的好不好？介绍你吃别的啊，这么多海货，没有一只输，这个也是，没有一只鱼输给十班的，好不好？红条好不好？这个红，这两只红条，这个旁边那个。然后爱吃九班的，我、啊，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我大买吧。OK， 啊，阿丽娘。而且安尼就无软啊，安尼就足贵啊！一十蚊五啊，足硬啊！啊，贵哇！你看你要哪一片随你啦，随你挑，挑到高兴啊！对，五百块。啊，今天有来。我要老板娘冰。什么？我要老板娘先帮我冰起来。冰起来呀，好。我还没有要离开。那边阿姨，七条五百块。七条五百块。对。哎，加你紧啊！啊！我来讲啊，这我吃不完的，吃不完，这真正完全拢无赚，所以反正算剩下多了嘞。这次开进来，今天刚刚捉了，因为下雨天真的没水了。说你来买个鱼，然后淋一下，盖上车就走。你也先先测试闻闻看，没关系。你在菜价先问好嘛呀？老板，哎，你好，我没来。好好好，我都想带一包走。哦，阿姊，物件我来讲啊，我要给咱家赚钱啊。哎，迄个，黄笋啊，黄笋，嗯，什么物件？黄笋啊，黄鱼吗？哎，六条五百，六条，哎，啊，三条五百，两百五。这边三位，我忙进来，反正今仔刚爱行俩。什么？今天就这件而已，就这些而已，卖完就没了。啊，三位两盒哦。三位两盒，忙进来。哦，我老几个，我老两只。哎，太阳光啊，四五元呢。
这边看一下好不好？你们到底在干什么啦？我是吧。两个哥，我是吧。两个啥？我是吧。两个一吧。来350。哎，我叫伊做工，拍水，拍水，不好意思，拍水，我跟他拍一个脸，哎，拍水来，好，我以为是他掉的啦，那个金呐，你不是第一个吗？天哪，你看到东西，他还摸一下，啊，我你打算干啥？那个发烧，干啥？好牛啊！哎，你两个三百多，三个。来，加350。来，光临看一下。这线刀都上来了，那边都是冷冻的了。后面都冷冻货了，线刀货全部基本上都上来了。很牢啊，基本上拢冻定了。今天真的线刀的东西真的很少。我冷冻货基本上都没排桌上了，没有，桌上基本上都是冷冻的，全部都是现刀的，现刀的，桌上的现刀的卖完就没了，后面老板都已经摆出来了，现在后面剩下都是冷冻的。啊，是不是看要吃拍头啊？啥人讲这个啊？这拢讲这个，这个就不用那么贵了，这个大家拢今天卖个五加门啊啦。哦，这个也不用你去问说一斤多少钱啊，我就做这间的嘛，就没有一样现捞的，这等于我这块有真正的就好啊，青菜就好。我先问一下哦，这一包五斤，啥物件？阿姊五斤重，一包偌济？啊，啥物件？这900块而已，高八，这班的900而已。啊，一包才多钱吼？啊？一包才多钱？嘿，一个大只是输啊，1000个。哦，啊，炒下是1200，但是炒下怎么无货？我跟你讲啊，高八就好啊。高牌就好啊。啊？你像那些太大只啊？大只输啊啦，这条下骹一半尔，这条减一半尔。你好，泡面无？坦白讲啊，因为今仔落雨天，我说真的实在话，我东西我真的不敢带多了，我们就很新鲜的鱼卖一卖就好了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哎呀，阿姊看袂无？这包高牌好不好？看你，啊你若讲一只无想要食较济，你再甲我讲着，我再来听着好啊，吼，好不好？吼，来。啊，这拍头的人想要食无？你要煮汤嘛会使，有只现捞的哦。啊，这个无？啊？有无？阿妈有啊？啊，无几个会晓，你无几个会晓。啥物件？各位有安尼无几只？啥物件？红木莲吗？要不要买1000块？超漂亮的哦。大家都水当当，这你回去吼，我来讲你用红烧用煮汤的打煎拢好。你菠菜只要我无想你讲狂进食啦，700-800块走袂去啊。来，有人要食紧，我见早早就甲上啊，这四只啦。这五尾来啊，现在甲卖啊。阿姨，1000块最好了，这足好康的哦，而且这没有汤汤油。太多吗？对，太多了。太多了，晓。我起来，我今天今天落天啦，阿姊，我无好笑呀，多买一点啦，好不好？我直接搁请你啦，拜托你，你搞几百块，这真正好康的啦。阿尼才1000块，红木莲，不过太多呀，阿无三只五包你啦，快去好了。啊，这后面八倍啊啦，这规只红这鲜度你个抬高就好啊，你要煮汤就赞啊，哎对。这唔免白啊！我系讲包拢加了白的。你相信我一届，像我甲你讲的方式来做。不管你上炒的、煎的拢好，红烧的、煮汤的拢好，你知道？啥物件？啥物件？一份嘛500块而已。你要规只鲑鱼吗？帮你切切的，规只1500块尔，一只1500这种的。哦，来。你啊，这我外讲这尔，卖完就没有了。这你半行情，即卖行情我无想，这四块块崩开要500块了。这五只，这六只好你啦，这七只好你啦，500块了啊。哦。给你个鱼头好啦。哪物件？啊，鱼头好，等下我画好来。
再减一尾，袂要紧。我甲你讲，我少好康咧，我减一尾，摕一尾来斗。有人想要食无？我来讲，即尾放伊斗咧。这份500块了，准备买吗？啊，我沙尔不肯卖那么便宜。我说真的实在话，我沙尔绝对不肯卖那么便宜。对，我鱼啊，咱坦白讲，和你等去台，你就知你鱼啊偌鲜啊，真正金好好的。系啊，买无？500块紧就好来。来，等我一下好不好？阿姐，你要吃无？你要吃椒盐，该吃了吧？我。这个我看一下，好好啦，哦，把你全部切得好，1500块，啊，我听好哦，你若要家己切，我给你省100，安尼听有无？1400块，规只片你了，看好不好？还要这个吗？看你，哦，可以，我是刚帮你处理一下，来，啊，这线的来，看好了，你这个。好吧，这个你讲的无错，不一样，那是智龟，这是银龟，两个不一样品种。哎，还有鳕鱼吗？鳕鱼也有。来喝。哦，那有哦。我要鳕鱼。要鳕鱼要什么？要鳕鱼。你要过一头呀？来过一头300块，过一头加万加钱尔。来 ，Hello， 300条啊。我无买。你要买呀？哎，你要过一头300块。阿姐，左边那个拿钱那个戴安全帽的，来，啊，这个小姐一份。哎，800块。来，小姐是哪一个？我了。好，来，阿丽一共800嘛，哈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两个500、300。800嘛，哈。太贵。阿丽，因为你刚才。来，行。台语村那里无哈？阿咪。你不要。安娜，你别忘，你别忘七六二啊。哦。啊，这有人买啊？无。台语村那就。拢赶快，啊，你去现场检查，哦。啊，我讲啊，这份阁袂了啊，这份挂头给你啦，这份安尼卖了400条啊，两块中铺吧，看人买无？才400块，没人要放着就好了哦，我都问一下而已啦，没人要拿丢了就好了。啊，你那两片可以给我吗？什么东西？挂下头拢给你啊。我不要头是吧？啊，头煮汤好吃啊，你嘞。爸，一格拜托去拿鳕鱼出来。1150，但是今仔无，内底全部几分啊？哦，这样子，这样无几分，这样子无几分，还要喝几分？